座谈会由国民大会全国联谊会职业常务干事庞化文主持，参加的人有刘成章、吴林、张元杰、吴乃宪、杨洋、谢林书等30多个人。大家认为共匪魏宪法修改草案是史无前例的恶法，他为了确定毛林两匪的独裁地位，所以不但强调了共党集权专政，普入了侵略野心，同时也加强了对大陆反共同胞的镇压，所以一致主张予以声讨。